回家之后，妈妈看到我第一个反应是笑。我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我回家被我妈笑。对啊，就是被嫌弃。我们那时候在讨论是回家，他妈妈可能会吓到。然后还有就跟他们说，就是姐夫他们一直说我很在哈利波特里面嘛，他们才说哦。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敷衍。对，我说你们要期待我翻你们的色，你们会吓到。那你有透露吗？没有。对，两个意思。对。Hello， 这什么衣服？我家旧水电。OK。我是装修被我们问。昨天有人去打第三剂，半夜大发烧。现在状况如何？非常直播 OK。寻找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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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危险。危机怎么解读？有足够觉悟，才可以介入，把恐惧解读，语言里的归途。线路非常的快速跟精准，我觉得我对这种风格的歌稍微拿手一点点。其实这首歌它就是很爽。我跟你讲，我主唱这个词真难过，改名 rapper， 只要我有唱老师的部分，我就是 K 的。我唱 vocal 部分就是 K 的，刚刚有 feel， 可惜。我觉得我有越来越棒，因为我第一次录音的时候，这 Prince 那一次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敢唱。我也是，你知道我今天进去第一句，我表情直接放开了。但可以想象那个舞蹈就是应该会特别完蛋了。你现在看到 bounce， 我们大概就是有开麦，但没有唱。开麦，我们到时候应该就是时间不是在。我也是有态度的，但我觉得他们应该等一下会卡。董哲伟的话大概就是，老师等一下，对不起，他们都是这样子。我可以想象陈冠大概是。在哪里我也跟着飞着，不为安全感激。哦，不好意思，我唱太爽了，没有模仿到。我不会掩饰那个啦。这太过了。拍子拍子，我觉得拍子这段很难。我要创造一种极端。生日灵魂也跟着飞走，不为安全感激白，也许有点累，才没想要后悔，像空气有名超级透力手心耶。我全都是湿的，是，然后我不信邪，我现在在摸，吓到真是的。如果跟 Prince 比的话，那个音没有这么感。对，那音是。但是他累的是，你要一直突破你自己的那个最亮的那个点。其实我还是有那个录音室症候群，就是我在外面都可以好好唱，一进去就开始丢钱。我只要一听到很细，就哦不对，这边应该我要再控制好一点，就以一加控制。非常认同，非常认同这个心。那我觉得哲伟蛮屌的，他这个在练习的时候，他用正音唱的。现在粉丝到时候 bridge 的时候都大声唱出来。我要听他们唱。现在粉丝全部一起。我要听，我要听到。可是我觉得我会先听到 Oi Boy， Oi Boy， 不是 Oi Five， 是 Oi Boy。而且要画一个勾勾。然后我们在副歌都有那种寻找危险，原本现在是很嗨，很嗨，在前面很嗨，对对对。然后突然知道寻找危险，马上在寻找危险。嗨，我要看到你们在台下演戏，就是你知道，其实是一个互动式的舞蹈。老师其实有编这一段。我觉得这种快歌就是比较唱歌的态度，对，慢歌就很容易凸显一个人缺点，就是我们要带感情进去，然后要 hold 那个音准，超级容易会爆掉。我们要以什么第三人称？我们要以第三人称去唱这首歌，怕太进去的时候会爆掉，对，你会发不出来。说不爱了就离开了，也没什么。这首歌是威廉格的 demo， 他给我们的时候就是哇，很难唱，因为他的高音很高，技巧性有很多，就是对于情绪的那一种技巧性，就是有那种折磨的感觉，很走心的歌啦，我是怕的。
我想我们最后各自的离开，感觉你的灵魂心跳的起来。 Won't you run with me? Won't you run with me? Come on run with me till the morning comes。多一点就有了，多一点，多一点，交给你们。对，来来来 ，Five, six, seven, eight, yeah。 专业的歌手怎么样？不能笑场，对不对？再一次，不能笑。Five, six, seven, eight, yeah。我们在继续。Oh yeah。感觉你的灵魂是我的。Don't you run with me?Come on, roll with me till the morning comes。 我现在一直猴子在笑。刚才刚练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很久。我们再继续。第一个是谁吧？我觉得第一个是没有啊，五有点危险。我们再继续。想我们背后各自的离开，感觉你的灵魂心跳的起来。Won't you run with me？ 不要捂对不对？对，我刚刚也问。这边是两捂。OK OK OK OK， 所以那边可以剪掉。让我们再继续。不想我们背后各自的离开，感觉你的灵魂心跳的起来。Won't you run with me？ Won't you run with me？ I'll run with me till the morning comes。这段可以哦，可以哦，是哦，可以哦。Yeah,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个手势好多，真的，我看你怎么那么多手，24个手势。我们现在考验劲歌节，快开始喽。来一点，好啦，徐杰明换你喽。他听了三次，不行啊，听三次。对啊，不公平。开始喽，公平待遇啦，抗议啦，抗议。这次我要撤退了，你哥拜拜，谢谢，感谢你，谢谢。重新让你调整。在给我怎么进入情绪？我都没有感情，哪有人直接在吞？我现在玩节拍。找了吗？他找了。我们就是要在玩游戏的期间，还可以把歌唱好。